过年时间，上一集我们欣赏了安德烈·德兰的《哈勒昆》和《皮埃罗》，那这一集我们接着欣赏他同一题材的另外一幅作品——弹琴的《哈勒昆》（阿赫勒干·阿拉基达赫）。创作时间是1924年，这可以说呢，也是对画家生平的一种写照。因为相比于同期的很多其他大名鼎鼎的画家呢，德兰稍显有点落寞。所以看这里面小丑，他呢都是无弦琴，可能画家借此表达他知音难觅的一种无奈。但是呢，欧洲画家呀，有不少以小丑为题材的作品，德兰的作品尤其让人印象深刻，不愧是野兽派的先驱。虽然画的是无弦琴，却那么的打动人心，扣人心弦。现在这幅画仍然被保存在橘园美术馆里面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